对，你咋就进去了？过来，来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这RT局看的到时候了，本来是预算的明天来赔，这家伙看的到时候被割回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就换着狗，大熊不会跳，把大熊的哥哥弄来了。管他哥哥的，他办不了事，管他哥哥的。这边是一下午，看了个架子，就是他经理他，看了个这个，来看一下啊。这下午着急忙慌的喊了一个嘞，也没，反正才凑个十吧。你这家伙，现卖也当个事了，所以下午简单弄两回，弄两个的，现在试一下子。刚才啥了也没啥，关键现在天气太热，扛不住，人啊人受不了，别啥了。或者一会儿等他绑完时候吧，练坏喽，把这个二舅绑上，给来个八万英上弓，把我大兄的哥哥给来个八万英上弓，把他给解决喽。因为他体型太强，他体型没那啥，他体力达不到，他进不了。所以说，绑完的时候，天黑的时候，把他绑到那个架子上，来个八万英上弓，叫大兄的哥哥把他给踢了。初次见面，亲个嘴巴。他体格比大勇不小，比大勇吃的壮实还是敦实的。我们上次用的他，上次两箱狗就是这只狗。我这次想把它还大勇了，你看大勇不给力啊，所以还是用它吧。天太热，天太热，等我不动，等我上吧，我上，别着急，给他到时候热的。窒息了，被热炸了都坏了。你看他也热，他也回去了。这亮相看见他了，还有点啥了？情人见面，还有点不好意思嘞。滚！臭！亮相确实长得漂亮像，像个北极熊。啊，着急了，啊，跳台了，上那边，哈哈哈哈，别弄到那边了，嘿嘿，热死了，来来，哦，呼呼呼呼，期待啊，期待，这家一会儿看看，别不用绑你就跳了，把我这一下午一上的劳动成果都作废了，都不好意思了，来热的。平时见面一点都红了啊，我给你们这个大兄的哥哥有点着急，光想马上解决，你不能着急，你着急了不中，这个事啊你得描述出来，在心里啥了，你不能上去都断，你跳绳你是不越着急不愿给堆儿，都在这个抓他们。再说天天热，这家别上去了，咱下班都干活，你这工龄都烂。不行，还是等等，接着看啊，看咱一会儿办了不？你看，进去招牌了，我进去了。睡，睡，来，睡，出来，说，说。都看着你了，都不叫你上，憋回你，把你进三局喽，再给你表演机会了。你看亮相是看你了，你好意思不？是不亮相？还是得不能上。看这个筋，行，屁股来不能了，架子准备好，今天都是模范样的，行，今天到这儿，想看精彩画面，下期继续。本期视频到这里，也希望你给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下期看精彩画面，再见。